脚踏车不见了，是小朋友拿去玩，没在找，他不会停在马路上，叫妈妈帮你找。你每天在找，他们一起出来玩。被人家拿去玩了。刚做的这个是总干事给五代 BB 做的哈，请五代 BB 吃这个旺旺，还有两瓶饮料。手机干，要还给你。这是你危险的东西，我们不要还给你，我不让扛。然后现在已经是侦查手段了，麻烦你不要拍摄。他刚刚还我你，麻烦你不要拍摄。做什么的？不要拍。帅哦！我请你不要挡镜头啊！好，我在这里啊。你在挑衅是不是？耍流氓是不是？嚣张啊你！你在挡看看，我在报警，你试试看。原住民，你下哦！再挡啊！你再挡啊！拿国家的钱做这种事情啊！我拍小朋友哎，拍什么？你很帅啊！你很帅啊！谢谢你。叫警察来。你第二次了哦，这个女的，你挡什么？你们可以到那边吵吗？今天七月三十号，你拍一号要换掉，现在发现。
今天是第十天了，开刀后第十天了。朋友，我们要到这个爱心厨房啊。这个马路过来。啊，你要打那个爱心饭。我现在给你开灯啦！尽量啊，你在凶啊！我现在给你开灯啦！尽量啊，你在凶啊！来，过去！再凶啊！来，过去！说好了，快一点啦！流氓是不是？不要再讲话了，不要骂了哦！哦，我现在给你开灯啦！尽量啊，你在凶啊！来，过去！再凶啊！来，过去！说好了，快一点啦！哦，回单的问题啊！再恶劣一点嘛！没有你恶劣啦，你恶劣我就恶劣啦！哎，挺好，挺好。你碰我做什么？你碰我做什么？你碰我做什么？你已经超过了。你不叫我不要碰你吗？你碰我做什么？表现完了没？等你表现啊！等你表现。不能抖下来啊！遵守规矩就好了。好了。遵守规矩就好了。继续啊！行人在一条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只为难警察，好不好？快点呐！他们在拿证件。我在骂流氓，小心五路公务员，然后多一条哈。不讲话。你不要瞪我，你干嘛？你不要走在道路啦，快点啦！你推什么推啊？不要走道路啦！你推什么？你走人行道哦。哎，不是要走人行道。走人行道，推什么？推什么？快点！不是你的，我就请环保局叫人来收。是你的，我就对你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麻烦证件。不要再走道路了，你懂不懂啊？走回人行道。这边怎么了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走回人行道啊！这里违法是不是？你开我嘛！我在这边关你什么事？没在车道上面怎么了吗？这是行人开走的吗？这里是不是行人开走的？这边不能走吗？请你走人行道。人家停车都不能走，你们从哪边走、啊？请你走人行道。我在跟你指挥哦，请你走人行道。这里有违法吗？这叫违规，这叫违规。哪里你该走人行道就走人行道。不要听不懂。讲完了没有？先开始的。讲完了没有？什么叫谁先开始的、啊？什么态度？对不对？几岁的人了？好好跟你讲，讲不听，你什么态度？啊，这个证件还给你。来，红单给我。你现在要收红单吧？我拿红单。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收红单，要签名吗？啊，我现在责令清除后，两个小时以内，如果你这些东西不再清除的话，我还会再过这里开单。如果你离开现场，我会请环保局把这些影响到道路的物品，请他们清除。那这边的车麻烦全部你请你开单啊，同一条上面嘛，那你一视同仁全部给我开单嘛。对啊，我没有说不行啊。那你现在去把你的东西清楚。你说两个小时以内，我们还差不多超过两个小时啊。请你把违规的东西清除之后，再检举其他的违规。我们可以配合。哦，你没有办法主张不法的平等。我等一下自己处理完，我要处理别的事情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。你要那边一台啊？没有办法，我等一下要处理，我还有一件交通事故要处理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不要再浪费我时间了。走过去就好了，再见。还有两台啊？我们要处理车祸。还有两台啊？事情有轻重缓急。还有两台啊？不要再走出来了，不要再不守规矩了。讲完了没有？走好。从军人创业到哦，你碰我做什么？你碰我做什么？你碰我做什么？你已经超过了。你不叫我不要碰你吗？你碰我做什么？来过去，去拿你的证件，不要再讲话了。荒唐，你们这几个警察，流氓是不是？不要再讲话了，不要再骂了哦。我现在给你开灯啦！尽量啊，你在凶啊！来过去，再凶嘛！走好了，走好了，快一点呐！你要走哪里了？快点啊，他们在拿证件。你不要浪费我们时间，好不好？来，去拿，去拿。快点，我现在给你开单。你开什么单？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。叫停骑梁，停在骑梁上叫违法。这叫违规。这叫违规。违什么规？跟你说，骑楼不能停车，不能堆放物品。快点去拿你证件了。
拍好拍好。我在骂流氓，小心五路公务员，然后多一条哈、哦，要好好讲话，好不好？好好讲话，来，好好讲话。你不要认我，你干嘛？你不要走在道路啦，快点啦！你推什么推啊？不要走道路啦！你推什么？你走人行道哦。哎，不是要走人行道。走人行道，推什么？你推什么？快点，来，走上去啦！请环保局叫人来收，是你的我就对你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麻烦证件。喂，没有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你。不帮你找吗？帮你查就好。你帮我查他的户籍地是不是跟下籍地一样？就那么简单，配合就好了。编号了。